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来干什么的？ 小朋友，不要怕，阿姨带你去见爸爸，好不好？嗯，<笑>乖，来，起来，哎呀，走。 小朋友，在这等着阿姨，千万不要乱跑。<笑>走。
弄个绳子干嘛？蓝凤凰，生不住劲儿啊！哎，我听见好像有动静。哎，我也听见了。嗨，是猫。哎呀，哎，走吧，到那边看看去。走，好，走。像是日本忍者，什么都少不了他们。现在怎么办？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，佛头应该就在博物馆里面。这样，我们先回去，把这两具尸体藏起来，然后撤。好。什么？还有一拨人在找佛头？是，他们功夫不错，不像是警察。知道了，嗯。嗨嗨嗨！看来情况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不过没关系，就算他们找到佛头，也一样运不出租界。我会派人在博物馆暗中盯着。美太子小姐的意思是，看来我的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。对了，陆会长，警署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听说来了一个新的探长，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，明天约他吃饭。佛头会藏在哪儿呢？我那边都搜完了，没发现能藏佛头的地方。佛头不在你那边，那那些人去的方向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晚上再去找啊。不着急，他们急于转运佛头，所以一定还会再去博物馆的。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地方，就一定会找到佛头。这样，我和蓝凤凰一组，拐子马、阿梅，你们两个一组，我们轮流蹲守。明白。有句谚语叫没有不偷腥的猫，
可有些猫偷了心依然靠不住。你是指宁武？今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人，就算不是他安排的，那也一定跟他有关。可是想要把佛头运出去只能利用它。所以说要想控制猫就一定要抓住它的尾巴。况且在我的计划里，宁武可不是最关键的。美呆子小姐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要谨慎。那今晚可不可以把佛头取回来？不着急，我猜有人正等着我们去取呢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五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回日本了。青梅呆子小姐放心，这回动静肯定小不了。是。梅呆子小姐，会长有请。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你们可以出发了。嗨。放这儿吧。好，拿过来，就这个，帮我抬一下。哎，好，给你，来。
帮我一下啊，把这擦干净，扫干净啊，把灯笼摆正了。嗯，好嘞好嘞，来来帮我一下，大少爷，你看还行吗？来，这个放高点，好，往那边行。哎，这样老李啊，哎，这边呢要摆几盆树草，明天我叫人呢弄几只仙鹤来。大少爷果然心细，看来老爷的寿辰可算是首屈一指啊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祝寿。深更半夜的，有你们这么祝寿的吗？大少爷，诸位，既然是来祝寿，何必动刀动枪呢？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？哪路朋友？是送你们去西天的朋友。博物馆。全家下如此毒手，柜子的门是关着的。这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。他应该就是阿炳。哎，怎么着？听说老娘让人给耍了？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听说在你眼皮子底下跑了？
刘向林，你再说信不信我把你个臭嘴给缝上？行了行了，还嫌不够乱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你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。如果是单纯为了引开拐子马，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血洗崔家。九翠红，明天你去崔家调查一下，摸摸情况。如果碰到刘探长，就告诉他，凶手是德川会社的人。啊！又让我帮他破案呢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敢肯定，凶手就是从这儿爬上去行的凶。哎，对，探长英明啊！英明啊！英明啊！走，快点！让个点儿，下手真狠呐，灭门呐，是啊，这么多人，天哪，灭门呐，太惨了，仇杀，一定是仇杀，哎呦，太惨了，哎，你去查一下，这崔家都得罪个什么人？啊？啊什么啊？记住了。这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。爹爹爹爹爹，我的爹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爹呀，崔家二少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节哀节哀节哀。你是？我叫宁武，新来的探长。探长，你可得给我崔家老少报仇啊！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，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。探长，要给我报仇啊！放心，只要我宁武在一天，就一定帮你查明真相。谢谢探长，谢谢探长。放心，谢谢探长。起来吧，爹，爹，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。干嘛呀？哎呀，我心里烦着呢。你看什么呀？看。哎，刘探长，听说崔家被灭门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死了13个，就崔老二还活着呢。那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刘探长，你就跟我说说嘛，啊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心里乱得很。你赶紧走吧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？那不是关心你吗？探长，探长，我在我兜里发现一张纸条。啥时候发现的？刚刚啊。哎，上面写的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？哎呀，丫头啊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我们崔家一向老实本分，你可得替我们崔家做主啊。二啊，你们崔家跟这个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呀？这我们崔家和日本人没什么来往，哪会有什么仇怨呢？节哀。
走啊。站住！站住！车上拉了什么东西啊？阿三，德川株式会社的货物审过案了。不行，现在严查赃物，必须接受检查。怎么回事啊？长官，德川株式会社的求我们放行。路边先生的货啊，不用查了，放行吧。啊？我说不用查，没听懂啊？哎呦，好好好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放行，麻利点麻利点，哎，请开请开，哎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德川株式会社送货的。车上什么货？我们只是送货的。领导，是鸦片。我问你，佛头呢？什么佛头啊？我不知道。装糊涂是吧？我说的是博物馆的那个佛头。我真不知道啊，只是让我过来送黑货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崔家小管事。那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崔家被人灭门，二少爷叫我到祖坟上先打理打理。祖坟？对，我家祖坟就在这山上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哥哥姐姐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我明白了。会长，梅呆子小姐，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。你放心，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。梅呆子小姐，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？幸好他们没有动我的货，否则损失惨重啊。真没有想到，佛头到手容易，运出去却这么难。其实一点都不难。
哪儿啊？啊！哪儿有声音啊？棺材里。爹，我的爹，我可怜的爹，儿子不孝，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。您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，爹。我可怜的爹呀，爹，爹！把佛头藏在了棺材里。嗯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太没人性了。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，而崔宅呢，又在博物馆旁边。他们血洗崔家。这样呢，既可以引开拐子马，借机取走佛头，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，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。这样呢，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。等下了葬，再挖出佛头，逃之夭夭。哼，计划的够周全的呀。领导，咱们该怎么做呀？保证明天顺利出殡。赵公使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公三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时辰已到，起灵柩了。咋回事啊？再来，1、2、3。咋能沉呢？我听老一辈说啊，这死人呐、啊，怨气越重，这棺材就越重啊！这也太重了吧！慢点，慢点！慢点，慢点！都给我散开一点啊！走开！刘探长，哎呦，路边生的，哎呦呦，你好好的，你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崔家不幸，我们来吊唁一下，不行吗？行啊。哎呀，现在流行了，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。哎，对对对，路边生的，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，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，又不能打压你们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，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。嘿，不过呢。这个冤鬼索命啊，可太可怕了，谁都管不了啊！哎呦，迟早我要除掉他。
抬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管我们是什么人？把佛都留下！好，严！呀！他！冲啊！这！停！撤！小瞧你了，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委曲求全，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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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好了，不用追了。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，走去看一下佛头。
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。必须的，纯爷们儿。哎，刚谁给我推出去的？你们这帮人也太狠了。好了，大家抓紧时间把佛头运出去吧。走。哎呀妈呀，刘中华呀，刘中华，你没脸你知道不？哎，你说你这，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你？你没脸呀？你以后凭什么混啊？连老天爷都不帮你，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呀你？美代子小姐，你这是佛头呢？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？还跟我装？你以为我原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，可现在看来你没这个命。热血青春，来吧！Yeah!